夏天来了，不用出门也能做西米露，真的超好吃。西米一定要水开下锅，煮20分钟，再焖20分钟，完全透明后过几次凉水，搭配自己喜欢的水果，淋入牛奶或椰奶就可以开吃了。放冰箱冷藏一下，口感更佳。馋哭隔壁小孩了。